Sonra.两位先登啊，你就不能低调一点吗？是有人那个咚一声是谁？冰冰，起爆啊！冰冰啊！怎么没人啊？有人，有一个六级奖。没有啊，那个底下底下往左边走，他在，反正他在那个反斜后面往左边走了。我上岸了，上岸了，到哨塔了。哪一个？前方に敵がいるよ。没有，他往左边跑了。他在那里。Mark the location。对。我靠，没倒。哦，我竟然很输。啊，他好残，他肯定很残。没有办法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。吴少爷快死了！可以救，可以救。咻咻！不会，怎么差那么远？如果我倒，我们这就没了。他只有一个人，只有一个。你会赢啊？他赢不了，他没有胜算。哎，我开一枪看我的当下最多少？哎，其实还好哎，才一个点而已。你在这个地板吗？没有，不对，别对。我扶你，你在哪？我要扶你。我怕你快死了。我要一直点，不然的话你会一直扣血，你快挂了。跑左边了，我们铁板点上了。我从左边进来。Location。来了，下饭操作来了。谁在看？六级的吗？六级的，六级号，舒服那一种。哦，这打到两箱，不行，刚没注意到啊。我的锅，我的锅，哎呀，最下饭的要来了，宵夜准备好，等你，等你，还挺包啊，有别队哦，好像有别队哦，有别队，我往右边跑了，给，回我的宝地。往那个，就刚那个水条那里的跑了。也有可能呢。
他。我怂。蹦一个。蹦一个这大声。人的啊，是跑是不是？行，再给你一枪。你从一开始就搞错数了，有没有看？哎呦，我难得要帅，我难得要帅一把呢。那颗啊，我劝你那颗啊，这颗吗？这够级的啊！哇塞，不是你们是观战的哎，你们要比我清楚才对啊！我记下啦。这鸟有啊？哪一颗？左边一点吧。左边一点是哪一颗？那边。太远了吧？坦克车。他快冲我！我被凉气啊！他队友呢？Hello， 有人在叫吗？在哪？没有看到。两位。你没了 ，Game Over。吴正辉，你没开门？不开。吴尚伟，你没开门？我觉得我的夜视头盔过了第三把，如果没掉，它就不会掉了。它已经粘在我的头上。我被他一枪爆头啊！他爬到某一栋房子的屋顶。好爽啊 ！A 嘛，拿出来这样。我那人那把枪一把就掉了，不是我。